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今天呢，我们这降温了，天气预报报有大到暴雪，但是现在还没有下雪，好像也有点要下上了。昨天说的是去抽水嘛，我一会儿把这抽水机要装到车上，然后去抽抽那个井，然后把那个锅去弄一下。一会儿到我好兄弟那儿拿只兔子，如果不下雪的话，我就在那炖个兔子吃。这个时候呢，因为这个形势比较严峻，不给国家添乱。咱们自己找一个，没有人的地方玩也挺好的，每天自己一个人，挺开心的。把这根水管子拿出来，让你看看咱们家米修啊！你瞅着，去下去，来过来，不带回家的。我把这个车只要开出来，你看着我门开，我让他进去，来进去，进去，走着。就绕着我车转，就不跑，是不是？下去，去，就不进院儿，回家，下去，上来吧。转，就等着跟我坐车。哎，准知道我一开车就要走，今天能把井抽一抽。不知道今天下不下雪啊？如果下雪，我还得赶紧往回走，要不然一会儿那上坡那地方我还回不去。我现在没有条件在外边露营，我必须得每天都得回家。哎呀，好了，好多树叶，看这么多树叶，一会儿把大锅点着。哎呀，我多余买水舀子，我有一个舀子，大锅台，一会儿把米修放锅里头。红烧米修，2年前买的扫把还在这，但是已经没有了。把这扫一扫，一会儿把这个叶子放到锅里边给它点着。哇，这么厚一层啊！一会儿把这块扫一扫。姐妹心爱上他，河水还不是很凉。上来了，把它拉着，把这水泵拉着，就是把这井抽一抽，井里水太浑了，因为长时间没用，它里边有沙子，在河边它就容易弄沙子。烧点火，暖和暖和。烟头冒烟了，全网都在那个炫柴火炉，我这柴火炉牛逼不？随便什么柴都能烧。填满了，看不着呢。
它应该是化学气油面太低了，主要我调低了。现在然后那个一使上劲儿，油就不够用。但是这还没有轮刀子，估计今天要够呛，要吹呀、啊。这裤子也没弄上，等兔子回家先冻上。然后，其实肯定这水泵是抽不上水了，我再试一把，我封门开着看它能不能好使啊。今天特别冷啊，在这烤烤火吧，用我的柴火炉烤烤火吧。火篓忘了，看我这柴火炉旺不旺。可惜今天这井没弄好啊，这水里边全是沙子。一会儿回家把这水泵再收拾收拾，工具带了搁这就能收拾，工具今天忘带了。没有锅盖，这一锅水半天还没烧开呢，就是始终温度上不来，那火也着着呢，看那火也嗡嗡着，它就是温度上不来。套车回家吧，明天把这水泵修修，我这来。万万没想到啊！我的妈呀，这块泥咋这么软呢？我把车开了，上不去了。这样式的泥，完了，整不整？上不去一点了，我从刚才是陷到这儿了，刚刚是陷到这儿了，完了我搁这儿一下开下去了，到那儿干去，彻底拉倒了，看这起不来了，这可咋整？拿锹挖一挖吧，没办法了，出去带着拖棍板一次没用上过，没想到在家用上了，把拖棍板拿出来吧，还得把千斤顶拿出来，要不然搁不进去。终于用上拖棍板了，买一回没白买。拖棍板都不行了，使不起来啊。这也太不筋膜了，拖棍板上面的钉都磨平了，这个钉都磨平了。刚刚出来一点，从那边挪到这边，然后这底下又陷住了。我今天就是应该倒出去，不应该往里开。没成想这边发水淤了这么多泥，以前这边是沙子，再挖一挖吧，把沙子挖出去就好了。这个底下就是沙子，我不用垫拖棍板了，我把这个泥弄出去，它就能出去了。我估计我感觉就是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泥比这润滑油都好使，特别的光，连拖棍板上那个包对它都不起作用了。把这边挖一挖，那边也挖一挖，然后估计就能出来了。太冷了，我把我棚着的木板拆了一块，垫到这个车轮子底下，然后再加上拖棍板支到前面，看看能不能起点作用。然后我朋友说我这边再出不来，半个小时来救我来，自己再试一把吧。我又把这车底下全挖了，挖了好多土，把所有表层那层泥发出去了，然后底下是沙子的。我现在我再往后扫一下，看能不能出去。
我只要闯到那个位置就能出去了，再试一把。刚出龙潭，又入虎穴，哎，又陷这儿了，还得挖，再把这边土再往出挖吧，差不多就能出去了。接着挖，接着干。哎，其实这样已经挺薄了，底下就是沙子了。哎。这地方，我直接把头棍板垫里不就完了吗？两边头棍板都垫上了，把后边轱辘再挖一挖，要不尽量让它能出来，让它一把出来。但是我估计那只是想象，想象很美好，现实很残酷。这个泥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整个拖棍板能从拖板上都下来了，根本使不上劲儿。哎，两块都撑出来了。有一个好消息，车不用我挖了，也不是找救兵了，是我有个小兄弟，也是一个领羊车，然后在道中间两个轮胎都爆了，现在没有备胎，准备上我借备胎了。我说我车雾在那儿了，出不去了。他说我去，我开车去给你拽出来，把轮胎给我倒下来。我说好吧，那我就在那儿等着他吧，一会儿他来吧。我大兄弟开着四驱皮卡来了，直接给我薅出去得了，要不然我自己还得挖一点好的，我得把这些土全挖出去，把这嘎表面给清成淤。我不是来上这嘎今儿抽井的，我是来搞笑的。今天我是来清淤的。车到了，哈哈哈哈。行了，倒出去得了呗，这都泥，你别再扔这块儿，啊？前面有我前面有个，有，嗯，根儿也都是泥，它是沙子都捂不住，它直接出来了。不中，带我人转。今天本来是想上这儿弄井，完了后炖个兔子，结果兔子也没炖成，井也没弄好，还捂着了。走吧，回家吧。明天等天这两天要不下雪，完再来吧。嗯。